要听年姐，你这边有一个就是艺人赵顺，这个他的是，他故事。其实他后来有算度嘛，算度。我跟你讲，最近应该是第四度了，又送到医院去了，是就是又摔倒又送到医院去。他的另一半，他的另一半真的是很伟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其实赵顺哥因为多次中风，他还有个听障的女儿叫刘美，那个听障是很。连一个电子耳都要300,000，那他们家在前几年因为赵哥去上海去做那个中央空厨的生意，把所有积蓄都赔光了，然后回来台湾之后他又投资做一个东森员工餐厅，也是赔光了，而且还在打官司，然后他就是都很爱吃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要试菜什么的自己去吃，吃到最后呢就又发生又太胖又中风，再中风，其实医生跟他讲是不能再中风，再中风就完了。那后来他们做便当哦，让一个便当一个便当这样卖。有一天他送便当到报社来，我出去拿便当，我就说，哎，我一打电话说，我说赵太太，我找不到你。他说有，我站在你前面。原来那个赵太太已经瘦了20公斤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啊，是你呀、啊，怎么会？你怎么瘦成这样？因为要照顾赵顺，要照顾女儿，就是然后去卖那个便当。我跟你讲，那便当一个半。5块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知道吗？他送便当哦，送去那个什么小巨蛋，他有时候演唱会送去。因为小巨蛋你知道吗？他们比如说第一批、第二批要分开吃嘛，因为有人先5点多要吃，7点多有人要吃。可是他没办法，他就先中间他就把他7点多，他可能5点多他先送去，因为他不能这样一直送，他没有那个时间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说中间呢，他们就打电话来，7点多那一班的人呢，吃到的时候呢，打电话来说，赵顺你搞什么鬼？你怎么送了馊的便当过来？因为其实他真的没有对凉了，而且有一点味道闷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闷在那馊掉，就破口他们要赔钱，你知道吗？又是他太太去把那便当给搬回去，然后还得赔人家钱。然后你知道他们家哦是苦到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家连一台脚踏车都没有，他们那个牛妹你知道吗？他电子耳要换，几年要换一次。然后有一次我看到他，我说：“哎，牛妹你怎么？人家现在大家都小孩会骑脚踏车，你这么胖，骑一骑会瘦一点。”他说他们家没有脚踏车，连那个小孩子的脚踏车都没有，什么脚踏车没有。然后我说：“哎，我们家有一部啊，邻居不要的，我们把它让给我们小小的，你正好可以骑。”他到我们家去拿脚踏车的时候，高兴到都哭出来哈、说这个家计这么重，然后你看赵太太要照顾赵顺，然后赵顺又一再的中风，一再的摔倒，现在在卖凉面，凉面也是要赵太太做啊，然后才能够赵顺帮忙在那边卖而已，然后卖一卖又摔倒了，你看他们家真的是很难缠。所以你说女是女人也是很伟大、啊，对，可是也有男人很伟大。像我讲这个故事，之前就是有一个女的，她眼睛瞎了，然后呢，她眼睛瞎了之后，说一个女生眼睛瞎了，对，女生眼睛瞎啊，她男朋友是摄影师，那她男朋友在她女朋友眼睛瞎了，有去病房看过她一次，后来就再也没出现，所以这女的就觉得男人都是变心了。都变心了，男人都说是忘恩负义的，对的。可是后来呢，因为我们知道眼睛瞎就是需要眼角膜的捐赠嘛，然后后来终于他等到了，不会吧？对，那他等到之后呢，他就动手术，那时候他就跟医生讲说，我希望我能够重见光明的那一刻，第一眼就是能看到我的男朋友。可是医生跟他说，你男朋友是不会再来的。就后来动手术成功了，张开眼睛，果然她男朋友没有来。好，那我们知道眼角的捐赠器官不能讲是谁捐给你，所以她也永远都不知道。那后来她加入了这个盲人志工，她就全国到处去帮助这些志工。然后呢，直到有一天她在某间的这个收容志工，对不起，收容盲人这个疗养院里头呢，看到了她男朋友。她男朋友变成盲人，她男朋友的角膜捐了给她，把她的眼角膜捐给她，而且交代医生是绝对不能讲，而且你不要忘，她的男朋友职业是摄影师，哇，对，所以直到她看到她男朋友的那一幕，她才知道。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看他在安排他们，他还没有嫁给他，他只是男朋友而已。对，那而且他就决定躲起来了。后来这个也被改编成被国外改编成一个很感人的一段 MV， 而且还为了他做了一首歌。啊，其实他没有真实的一段故事。对啊，因为这个精神，对啊，这真的很感人。像有一个名医啊，一个那个牙医师啊，哈，他叫张君尧的。那他跟他太太也是结婚30几年了。那他太太在就是说10几年前，然后就得了就渐冻人，就是他的病，他就是会全身到最后是全身都不能动。那但是呢，他为了要，因为他曾经跟他太太同时老了之后要去环游世界。你像他全身不能动，老公要带他出国，那个是多么大的工程，因为很多地方
你可能就是要背着他，或是抱，对，或是要抱着他抱上抱下，或是推轮椅的。他就这样带他老婆玩了12个国家，哇！然后呢，他也要看诊，然后回家再照顾他老婆。我想要插嘴一下，渐冻人他们其实是四肢慢慢他都不能动，对，他感觉他只有他是有他神志是清楚的，对，他有 feel 的，他是都用眼神跟他老婆来对话。对，然后呢，比方说他喜欢吃东西，因为渐冻人还是要吃东西，他是用流质的方式嘛。老公呢，比方说他要吃萝卜糕，老公就帮他把萝卜糕碾碎。然后搅成泥，这样子喂他，喂他吃，对，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照顾他，到现在已经12年了。好，他看到有人因为老婆中风了，像刚刚钟博讲的，就跟他离婚了，对，他没有办法相信，没错，所以说今天听了这些故事哈，我觉得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哈，对对啊，想哭了，哎呀，很感动，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。